这25年来最剧烈的摇晃，刚刚听伟汉讲，921的时候在台北跑新闻都没有今天这么摇，所以你今天看到了立法院就直接变成了灾区。韩国瑜院长第一时间干嘛？找技师直接来检查有没有哪里出了问题，赶快要补强。我就问立法诸公们，你们掌管全国的总预算，自己住违楼啊？好，军将哥好，包括观众朋友，今天韩国瑜院长速度真的是够快的。刚画面，请导播再放一次。今天才刚地震，早上才要开会，7点多以后9点大家开会，有一些委员会因为还在余震，直接就休会。但是韩院长呢，他把技师找来了。观众朋友，这个在中心大楼的7楼，好，黄鸿薇的办公室讲说，我门口出来怎么整块砖块全部掉下来了，会不会影响整个中心大楼的结构啊？如果有影响的话，观众朋友，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我们所有政治的 headquarter， 我们政经中心在这边呐、啊。如果出问题怎么可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立法院的状况。韩院长已经请技师全部看过了一遍，但观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哦，中心大楼它掉了这个7楼的瓷砖，这个把它补上就好了，只要它的整个结构没有受影响。但中心大楼是新盖的大楼啊。韩国瑜院长的办公室是在立法院大门口进来上面的2楼，你知道，好、哦，这个是中心大楼，有没有整块掉下来？刚刚还有个画面是旧的院区，也就是整个立法院，大家有没有发现长得很像一个学校？好、哦，我跟观众朋友报告，就是这里，好、哦，这个是立法院的其他的部分，立法院长室外面，有没有？这个俊昌哥，你知道这个有多久历史吗？这栋楼多久？报新闻告诉你，90年，这么老了。对，因为这个立法院呢，是当时日本时代的时候，台北州的第二女中。是，当时有4个女中，一女中、二女中、三女中、四女中。对，三女中就是现在的中山女高，台湾人念的。一女中、二女中是日本人念的，好的成绩去年北一女在那个现在那个位置。对，然后呢，第二名呢就来念这个现在立法院。可是后来日本人回去以后呢，一二四，因为学生不多，日本人都回去了，就集成一个学校，就叫北一女。那中山女中呢，就是现在目前以前的这个三女中，那这是二女中啊。二女中呢，从1927年到现在，那我就算一下，90年啊，90年了，已经快100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这么旧的一个就是立法院，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用？观众朋友，大家就要讨论说，那立法院是不是要迁址，再盖一个新的立法院呢？韩国瑜院长动作很快哈，那周万来秘书长也说，有跟韩国瑜院长报告了，记得吗？之前一个立法院院长是游锡堃，他去做全台评选之后，选很多地方。但目前知道并没有告诉你位置，就是韩院长可能属意就在台北。那很快的，因为这4年的任期会到2028年，对，韩国瑜会遇到这个立法院使用刚好100年，要不要1927年？哦，是。因为地震的关系，到处有灯掉下来，什么，所幸没有什么委员受伤。罗志强早上来开会的时候，他差点被砖块砸到，所以非常危险。韩院长也 po 了个脸书，问大家地震都平安吗？要为台湾祈福。90年的老教室，院长跟113位委员在这个地方，今天有人就不平则鸣了。唐凤呢？住这个闪亮亮的新大楼可以这样吗？所以嘛，齐凯哥就掉下去了嘛。什么叫实验组对照组？力量波比较就没有伤害嘛。今天立法院院区这么旧，韩院长还到处去看。那你今天就一个部会，我常讲哈，俊昌哥当兵的时候就有一句话：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啊。哪一个部会跑去租在星光大楼？星光大楼在我们地台旁边，那个是地后哎。我告诉你，你给他租金他才几对吧？有人讲说没有几亿是几千万，都贵，因为其他部会都没有。所以呢，今天哦，立法院的这么多的立委，包含立法院长，用这种快要100年的房舍，哦，以前是学校呢，这学校拿来当立法院也搭错了错了嘛？为什么？因为其实早在20-30年前就有讲过立院迁迁计划，就在现在目前华山大草原，因为要200多亿啊，凶贼急就不花了。你今天速发布已经是民怨之首啊，大家对于速发布的浪费、打诈不力已经非常的北宋了，你还花那么多钱去租去装潢，难怪会被立委拿出来刁。你就是花钱花最多的部会。宇轩，这个时候唐凤表示，强震干我什么事啊？干嘛喊我啊？那我直接讲白了嘛，为什么跟唐凤有关？因为今天这个灾防细胞简讯的系统，大家第一时间联想到不就是你速发部相关的业务吗？这个我很有意见。我跟你讲，我跟我女儿躲在餐桌上，早上8点躲在那边一看咖啡系，她的手机猛叫，我的都没有叫，为什么？对嘛？因为你这件事情苛责气象署是一件很怪的事情嘛。第一个，原本气象署叫气象局嘛，它只提供资料嘛。再第二个，即便它升格之后，你现在去问气象署，你知道它的说法说什么吗？他说哦，因为各个县市呢，我们原本预估的震度规模跟我们想象当中有落差嘛，4级以上我们才需要公告嘛。结果没有想到，最后大家的震度确实都达到4级。各位，震度跟瑞士规模不一样哦，震度是指人的体感，包括它可能造成的危害，比如说7级震度就代表是你连走都没办法走，现场状况非常严重。我们在讲的是震度，
但是这个说法说得通吗？说不通啊！如果按照气象署的说法，那应该全部人都要收到，不然就是全部人都不要收到。其实我今天录影的时候，我才跟另外一个吴子嘉董事长我们在聊，他说 他跟他太太都收到了，我说我没有，我是摇到一半被吓了半死之后我才看到的。那你说有没有影响？当然会有啊，因为他的影响是多久？黄金十秒，他其实大概提早十秒到十五秒也不会太久，但这十秒到十五秒可能就是可以让人家跑出来的一个黄金时期跟所谓的救命的时间嘛，对不对？那我们讲这个叫防患于未然，那你好，事后之后这个叫做善后，叫做亡羊补牢。所以我们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他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亡羊补牢，对不对？他去看看巡视，比如说立法院是不是有两台电梯需要赶快的把它紧急的维修，或者是他的砖墙剥落，砖墙剥落背后是不是有代表结构性的问题，或者是零星上的个案，他去做一个统一的盘点嘛，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嘛。包括交通部现在在做什么，跑去跟你讲说，哎，这相关的苏花东路，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把它疏通，能够让它通运。包括赖清德做了什么，跑去花莲，即便他现在是副总统，哎，各位，我再给我一个观念，他是准总统，哎，他没有工作的。就是你今天速发布变成是跟谁为伍了？你跟柯文哲为伍了嘛？柯文哲发生事情之后，他是做什么？躲在桌子底下拍影片、拍短影音，哎，都不关我的事情。好歹他也是个前台北市市长，好歹他也是第三党大党的党主席，就完全都不关他的事情。你速发布今天双手一摊，也不关我的事情。然后因为你住在一个最精华的地段，对不对？然后呢，完全绝对不会受到地震灾害的影响。那我就问各位，现在有一个状况。全台湾的灾害人数，不管你是不幸罹难的，不管你是受伤的，请问一下，这个数字是不是滚动式的在调整，一直不断的在上升？包括现在整个结构，请问一下，这些科技跟数据的东西，速发布能不能派上用场？当然，你怎么可能置身于事外呢？对，而且重点是，你可以派上什么用场，不是我们来讲。是你自己要 offer 给大家，因为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 AI 全面的数位化，或许你的科技跟你的协助可以不只帮助救灾更加迅速，浪费过去的时间，还有机会救到人命。所以现在单单的双手一摊，我坦白讲，那我跟你讲，唐凤也好，苏巴布也好，可以后包包宽宽包包起来啊。好，委员今天晃成这样，结果我们这四个在现场，有人有收到细胞简讯，有人就没有收到细胞简讯。关键黄金逃生就那几秒钟，可是我们得到政府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考量规模、考量震度，只有 6.8 哇，所以不发简讯啊。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地震的警报不是预测，它是反应，就确定发生地震以后你什么反应。所以这个反应的时间点的判断就很重要。第一个，像我们的所有的捷运系统，包括今天呢、桃园机场的捷运，它自己有地震侦测系统，它第一个时间侦测到了，没有，根本不管你中央气象局怎么讲，它马上就停止了。为什么机场捷运做得到的，你发个警报系统有这么困难吗？而且你发个警报系统还发的2266，搞不好是黄伟汉有收到，对不对？张宇轩有收到，偏偏我们两个人没收到。宇轩没收到，我也没收到。对，我也没有。那你是什么？我们四个都没收到。对啊，你们都没有投给民进党，所以就收不到，是不是？我这不好啊，就王定宇收到了，还有这个什么洪慈庸收到了。那为什么？我问过好几个国民党委员，他们都没收到。难道连这发简讯都还有辨别颜色，是不是？太瞎了啦！太瞎了吧！我问过大部分人都没收到，可是王定宇第一个时间就说他收到了。他人在台南呢，台南是震度最低的，你这个没办法解释嘛。现在跟各位解释一下，有时候这种发这种地震的警报重要性在哪里？我们也许需要十秒、二十秒的这个逃生的时间。其实真正重要是谁？在马路上运送货柜车，在马路上的连接车，因为它很容易失控。然后这种大型的货运的司机。提早预警太重要了，因为什么？你要知道，人在开车的时候，地震的第一个时间是没有感觉的，所以他必须要靠警报系统。我们在办公室里面，灯在摇，我们会知道有地震。请问你，人家开车的时候，你那个落差，在晃对你那个落差时间就很少。而且根据现代都市里面地震的灾害，所有的研究报告就是一个，在交通运动状况里面呢，产生的人命损失是最高的。就比如今天花莲不是有个货柜车吗？车头不是被石头砸掉了吗？是，就差六秒，什么意思？他根本不知道地震，往前开，
往前开了以后，前面刚好是落石悬崖，下来刚好砸中啊，而且不是地震发生落石就下来，落石一定是在地震发生以后十几秒才会掉下来。如果你今天的司机车上得到了像上一次的七通，哎，飞弹紧急警报，请问你这个货车司机今天被打死了，你有没有发简讯到他手机里面去？而且发地震警报，政府不花一毛钱，一毛钱都不用发，你为什么不发？那你说怎么不花钱？因为我们发牌照给这些手机通信公司的时候，都有讲过，政府要紧急通信的时候，你们不能收钱。所以他们的营业的时候，都已经把这个考虑列为准备金里面，从各位每一个位交的这个手机费用里面就已经摊掉了。那你还不发？对，这问题气就气在这里啊！涨电价，民怨；食安破防，民怨。就在短短几天快速的堆叠，没有想到民怨已经涨破喉咙了。今天居然有人冲到了速发部去开枪，我要赶快告诉我们这个现场他到底什么诉求。好，军将哥还有抱歉观众朋友，这个画面我真的看得吓了一跳。这是在台北市的延平南路的速发部的本部，你看到今天早上，好，我们把它马赛克码起来，好，居然有一个男生带着长短枪。哎，带的应该有钱啊！普通人怎么可能？对，他带了枪去，然后呢，他也很明确的不是要伤人，他要打速发部的大门口，把玻璃给打碎了以后呢，他人在现场等警察来。好，他并没有拒捕，他也没有逃跑，但是呢，他要表达他对速发部的不满。那为什么？哎，黄伟汉你俩嘎公一对速发部，说不定一起什么，整个校友被亏钱啊！因为他现场跟警察讲，他来开枪就是对速发部浪费钱，他非常的忍不住。因为这样带着枪冲到那张扣板机。对，那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哈，我们不去英雄化这个行为，因为毕竟他怎么会有枪呢？啊、他跟警察讲，他几年前买了枪啊。后续我们等警方侦办以后，知道怎么会有长短枪。是，但是你要知道哈，这个是他的脸书贴文、哦，现在跑出来了。是，脸书贴文他一直对于速发部就非常不满意。我就问俊相哥还有观众朋友、现在目前什么都要涨，四月要涨电价，对不对？很多便当都涨价，对不 对？然后这几年，尤其是2016到现在。马英九总统卸任之后，蔡英文总统上来之后，我就问俊亮哥，以前一年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400万的陆客，金马哥无保，没有，现在是完全没有哦，不是说400万变200万，没有，大陆连团客都不来，自由行也基本上不想来，再加上疫情，他在南投他是民宿业者，哦，所以。海啸第一排、啊，鬼龙扛掉是啊，那你没有办法，因为政策的关系，我的这个工作呢，完全因为我们两岸的这个对立，是他没有办法再维持他的工作，他会有心生这个觉得不满，这我理解。对，但是他看到新闻上面讲说，嘿，你速发部那开这几个中红个周处几千万几亿在花，对不对？他觉得速发部非常的浪费，你看这是他贴的文章。他贴了一个小丑的贴图哈，那个剧情我就不多说，大家去看那个电影，就是有很多不满。然后他文字上告诉你哈，你们所成立的速发部为台湾做了什么？只会帮你们这个无能的政府做内宣，每天在那边自我感觉良好。我们辛苦的纳税钱来养你们这些哈，他用词很激烈了哈，你们这些绿能政策导致台电，他有在看新闻啊，反正总之包含了速发部的浪费。包含速发部的这个租金，包含了我们的这个电费跟我们国家的能源配比政策，他都不满、所以最后他采取了最激烈的一个行动。我们再强调一次，不支持民众说，因为你对政府有不满，就去开枪，而且不能有枪。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现在是真的爆发了，满到红楼了。接下来我要请观众朋友来看这一段画面，王世坚，民进党立委对于速发部，他气到一个什么程度？你别讲别人，自己人都看不下。你来看看，你们的报告吼，我四个字形容：天马行空。有个111，民众就应该相信这是政府来的。这么幼稚，拜托，我待会就发个简讯给你，看你信不信。我八个字送你速发部了，装神弄鬼，欺世盗民。我懒得让你回答了啦。我看你那个嬉皮笑脸的样子，你今天没打瞌睡，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啦。打过瞌睡，没你说话的份啊！你就是打过，我没看过这么恶劣的官员。那个主席，时间暂停，我深吸个三秒钟。民怨沸腾，还怕没有理由吗？今天晚上节目一路看下来，又是电费，又是食安。再来一个速发部，我来跟大家讲清楚哈，为什么民众会这么气速发部？刚刚所讲那件事情，再加上这个李怀仁次长嘛，那我也跟李怀仁次长说了哈，来导播，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画面。今天立法委员，你不管他是国民党、民进党或民众党，质询的时候，你同意不同意？
你怎么就笑啊啦？今天王世坚不爽就是这个啦。我讲什么东西，你这边嬉皮笑脸干嘛？有没有？你看，因为王世坚很生气，那他气什么？我就跟俊安哥讲，刚刚那个男同名追的他气什么？气苏伐富浪费嘛，对不对？好，那苏伐富现在因为说要打炸成效，大家觉得说可能慢了几步，那他努力在打炸，我们希望他能做更好。他有一笔预算1200万做什么哈？就是所谓的 gov.tw。政府的短官网，还有一个就是一一的简讯。他说呢，我们现在只要有一一简讯的话，你看到的简讯的来源，它的来源是111，就是政府的简讯。王世坚直接讲说，马上就被破解了，开启你冲电被冲上。好，那你可以跟王世坚委员报告吗？是，报告委员，我们这一一真的有效。现在目前哪几个政府部门，我们的简讯出去以后，而且你要告诉民众啊，观众朋友，你知道一一就是政府的这官方简讯吗？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啊。所以到时候啊，如果来一个111呢？4亿呢？那大家会不会看了又觉得说，哎、欸，以为他是政府的简讯？诈骗无所不在，你要防诈。委员质询你，特别他还是民进党的委员，你就不要嬉皮笑脸嘛。那嬉皮笑脸的被骂了以后下去，王世坚真的生气了，不让他回答了以后，他讲说，看你在那边好，还敢打瞌睡以后，哎、欸。他已经下去了、哦，他没有让他讲话，他跑过来说：“哎、欸，委员，我没有睡觉。”够硬吹一滴。你等一但王世坚就说：“我明明就去年看过啊！”来，观众朋友，去年在跟李桂敏的时候，他那时候有一次的质询，这个画面我们节目有讨论过哦，到底是怎么回事？迷之3秒钟，你看他头点下去有没有？抖机，那到底是怎样？我不是李怀仁，我不知道。那李怀仁他的公开说法是说：“我的眼睛小，你不能说当我在睡觉。”可是为什么头点下去看起来有点貌似在打瞌睡？这个事情其实说实在的，各界的解读真的都不一样。这样我懂了。看完今天的这个画面，不打情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啊！怎么这个时间要你苦民所苦，还是这种态度？好。这一串呢，这个叫做实验组，来，这一串叫对照组，这个人是谁？韩国瑜院长，他，你不要讲说什么苦民所苦，他就讲莫忘世上苦人多，什么都没做，不然他凭什么当人气王？所以俊良哥反差就在这里了。你本来想说政府应该拿纳税人的钱好好做事，发现有浪费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气？是。你本来以为大家想说韩国瑜啊，他就是不用膝盖走路、嗯，对不对？每天揪空啊，外宾来的时候马上出丑、嗯，结果到现在为止已经2个月要过去了，嗯、他外宾团一个接一个啊，没有问题嘛，对不对？那这一团是这个泛欧的绿党，来，观众朋友、嗯、讲到这里，柯文哲中枪。因为呢，这个泛欧绿党的这个主席，他当场跟柯文哲啊，不是跟那个韩国瑜抱怨柯文哲，他说他也三个人怎么有关系？不是我有看那个画面，我也是吓了一跳。哦，等柯文哲出来解释哦，他跟的韩国瑜院长讲说，我们哦这个泛欧绿党在这个欧洲是得票平均欧盟是10，可是德国我们拿到21%，21%小党算不错啦。对，结果他拜会柯文哲的时候，因为都是小党嘛，柯文哲当场跟他 say 明，哈，我26，比你更高。所以呢，这个主席当场跟韩国瑜讲说，我们被柯文哲嘲讽，他的制度比我高、嗯嗯。我回去以后我要再努力、嗯，希望之后呢，我们可以超越柯文哲。当场那个韩国瑜，他什么反应？哦、他说，哦，他不用等翻译哦，英文一讲完，他说，哦，他就哦了一下而已。但是说他怎么可以讲这个话？是的，对。但是问题是，哎，你看哦，韩国瑜也没有去批评柯文哲，他没有，这就是立法院长韩国瑜嘛。那你要知道，他现在到了什么细腻的程度？到现在为止，包含了3月15的那个取消质询呢，后来变成是黄国昌跟柯建铭在吵，对不对？哎，韩国瑜他是开放的嘛，然后他立法院每天忙，中午时间吃个水煎包，连这个哈、哦、郭哥郭子乾，因为他模仿秀嘛，真假韩国瑜、啊、他做节目来，观众朋友，因为这个东西我有第一手消息，郭子乾并没有一定要去找韩国瑜、嗯，并没有，因为他知道说人家韩国瑜现在苦民所苦嘛、嗯，但是国民党好几个立委讲说，哎，你都来了，对不对？我带你去，我们带你去找韩国瑜、嗯，就没想到韩国瑜办公室的人没非常的有 sense， 刚刚讲有没有咨询 CPI 的人真没 sense。浪费钱还要对不对？就是没 sense， 但韩国瑜有 sense。他现在是全民的立法院院长，他认为我上班时间不宜跟这个哈，可能就是有个节目啊，摄影会怎么样，就婉拒郭子乾的那个见面的邀约。这就是实验组跟对照组。韩国瑜知道自己要先做该做的事，再做想做的事。宇轩你怎么看？搞到天怒人怨啊！那我觉得速发布这件事是一个层次哦，但是你坦白讲啊，其实现在难道只有速发布的问题？哦，因为你仔细看那个当事人，他包括他的脸书也好，他的 po 文，因为他有去对于自己的所为跟行径，你看做他的诠释跟解释嘛。那他的引述的这是小丑嘛，所以如果你有看到相关的电影，也知道他对于这个不满的速发布只是其中一个表征，一个代表而已。哦，因为现在整个政府的焦点，包括不分蓝绿，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确实是聚焦在速发布这个案件之上面。哦，他只是显而易见。但我的是，你仔细看了、啊，包括所谓的无能的政府也好，大内宣也好，他是对于整个执政甚至8年感到的愤慨，所做出来的一个表达。
所以倒不是针对苏法部。那你把这件事情反观到韩国瑜身上，其实就显而易见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到韩国瑜哦，现在连郭子乾都要特别去模仿他，跑到立法院去。理论上来讲，我并不觉得对来韩国瑜来讲是一个好事啊。我必须平心而论，因为韩国瑜他这一次跟所谓的过去的模仿秀也好，跟艺人也好，跟网红也好，其实完全不搭嘎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巨像哥？因为韩国瑜他只做事，不做秀，他不做不讲话，也不花言巧语，就只做事。所以这才是他这一次会赢得民心的关键嘛。所以你仔细看，为什么韩国瑜连跟郭子乾见面他都不愿意？因为一旦见面，他又回到过去的韩国瑜了。哦，那昨日的韩国瑜基本上已经死了，今日的韩国瑜才刚出生。对于他而言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仔细看他所谓的专注意识也好，爱惜羽毛也好，包括其实你看哦，连水煎包这一件事情，他从头到尾也没有讲太多的话，也没有说太多，但是在舆论上、在新闻媒体上，甚至在讨论度上，都已经整个大家热到炸锅了嘛。就韩国瑜只说了什么？就媒体问他，他说对，就一个字，就对这一个字而已。他是直到了事后已经结束了，他才特别去 po 那张照片。其实事实上，我认为连那张照片都不用去 po， 因为现在大家真正对他的期待，这才刚开始而已，不是在现在，而是在520之后。当赖清德真的上任之后，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是朝野的纷争一定会越演越烈。不论是说赖清德希不希望，国民两党的立委在立法院的冲突，甚至民进党的立委希望在立法院激起的火花，这是势必会产生的，因为各自要对各自的选民交代，进行对抗。比如说，我就举一个显而易见的好了，电价这件事情。电价现在国民两党、民众党、国民党跟民众党即将要去冻结这个电价，那请问民进党会不会产生抗争？会。所以你有看到一个很怪的局面，官员是民进党的，但底下抗议的也是民进党的，反而是国民两党在去捍卫主席台。所以这个时候谁会变成议题的焦点？韩国瑜会出现啦。所以我说，在未来他如何去处理这些纷争、处理这些纠纷，动辄得咎。如果处理得好的话，这一股声量只会水涨船高，继续延续下去。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不管你什么郭子乾，不管你什么水煎包，不管你什么网红，什么样的声量，都会一气破功。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点。董哥，你怎么看？这一次的选举啊，虽然大家觉得非常不满意哈，但是至少我们让国会给改变了，政治没有改变，民进党那个烂党还继续在执政。但是国会改变了以后，从韩国一开始啊，总务处先查，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大家看了啊，他现在的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啊，然后当然整个从头做起的时候，郭子乾看到的是什么？他的节目看到就是说，哇，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声量最高，韩国瑜52%，蔡英文、陈建仁只有40几，哇，那当然节目可能希望有这个效果，这个不怪他了。但是韩国瑜毕竟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韩国瑜自己在参选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好玩的事情，那大家觉得说，哎、欸，这个韩国瑜很亲民，很怎么样？现在也不是不亲民，可是他现在多了一个身份，好、哦，立法院院长，那当然你变成有些东西就要跟郭子乾说抱歉了。韩国瑜如果再下去，民党一定会讲你又开始在扮小丑了。现在台湾小丑已经够多了啦，数位部的李怀仁打瞌睡打得这么明显，哦，唐凤自己本身也是个小丑，这些人都觉得我智商高，我懂了这些哦科技哦资讯后的网络数位东西，我比你们都懂。他们小丑中的小丑，为什么？他不会做人呐、啊！你不晓得你今天领政府的薪水，你要对老百姓负责，不是那种嬉皮笑脸。你应该拿出你的责任嘛，是不是？唐凤每天在花政府的钱，花到什么离谱？他去美国开会，机票17万呢、欸。各位想想看，我们现在大家为了哦这个电价涨价闹得不可开交，我们政府这些单位还在用这些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台湾人民所关心的这些事情，民进党都不放在眼里啊。好，博弈你怎么看？高涨的民怨跟那一串枪响。哎，这个实在是什么讯号啊？苏发部虽然在112年度，它的总预算已经高达了217亿，但我个人认为感觉不够用啊，还要继续追加预算。它必须要继续追加编列防弹玻璃门以及人身安全的预算啊，因为居然连苏发部都可以做到烂到让民众继续里面开枪，真的是匪夷所思。但是我也请蔡政府，包括了唐凤部长，你们好好想想，为什么在你们的执政之下，为什么在你们努力之下？诈骗案件不但没有变少，民怨反而天天高涨，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不下去。不要再每天只会管你的能源，不要每天只会管你卸任后你的历史定位是什么，好好的想想人民，
好好想想曾经支持过你的所有民众，让他们都有一个安全、乐和乐，而且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才是一个身为执政党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不要每天都只为你自己的政治考量，为了你们的选票考量，这些东西对于民众而言真的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这种说铁、这种捍卫，我就想到四个字：莫名其妙。我让大家看到也是有一点莫名其妙的，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就变成了国会人气王了。韩国瑜，你来告诉我们，之前大家讨论吃那个水煎包，今天居然连说一杯水也拿出来讨论，他到底施了什么魔法、啊？对，就像跟你讲，莫名其妙是涨电价，或是不知道这个民众的苦叫莫名其妙。对啊。但是讲到韩国瑜，除了莫名其妙，还有一个叫莫忘世上苦人多，也是莫，对不对？莫名其妙，莫忘世上苦人多。讲快一点，对不对？苦民所苦，是，对不对？他吃水煎包，那所以呢，在韩国瑜呢，基本上你看他贴出了这个水煎包哦，我现在怀疑全台湾的水煎包店是不是？好，拼了命的要请韩国瑜来吃个两口，一个水煎包，你知道我刚刚去看哦，我刚录影前，光是加一张照片没写什么，2.5万个赞，几千个分享，这是什么道理啊？我如果是水煎包的老板，我怎么给门靠都好，可不可以请总务处或是门口的帮我送去韩院长办公室，一拿五价对吧？是五价五波饼啊。那我们今天基本上，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这个现象，也不是说韩国瑜什么造神啊什么，他现在多旺，人气确实是高，但是就是那句话。莫忘世上苦人多。立法院新国会新气象。立法院院长在立法院忙。先讲，还有时候民进党立法院说，你是跑去喝酒了没有啊？还是立法院啊？对。你是不是吃山珍海味？是不是大鱼大肉？是不是还在拼高粱？没有啊，不喝酒啦，守时啊。中午因为开会时间很短，吃什么？简单吃水煎包。水煎包啊。如果有办法坐下来呢？来，洪孟楷贴出这张照片，其实你看，这应该就是立法院的那个立法院里面有一个餐厅，我以前好地方常常去自助餐。是，你看它有这个茄子，因为我儿子还不吃茄子，我喜欢吃高丽菜、豆干，然后弄一个粥，然后水煎包，就这样啊。立法院然后就这样吃啊。你说山珍海味吗？没有。你要说什么他故意摆拍吗？不是，他最近就是这样吃。所以呢，跟庶民一起吃。韩国瑜他的生活简单，以前当着高雄市长的时候，其实猛烈攻击。现在当立法院长的话，如鱼得水。我这句话是要讲几次？就看起来他的民调啦、声量啦、支持度啊，都很不错。因为他现在正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在当人民的这个代言人，当国会的议长，他的生活的大大小小事情呢，都变成镁光灯关注的焦点。那刚刚开场的时候，伟汉其实讲了一个开一个话题，咱这边来接尾尾。他说讲到韩国瑜江湖出来混要还的，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场景出现在8年前，居然是铁甲布，什么东西叫既视感，似曾相识。来看这段画面。主席，时间暂停，我喝一口水。那我没有水啊，可以拿一杯给我吗？我也口干舌燥。你也可以喝口水了，谢谢。流氓也可以喝水啊。那我不喝了，因为我不是流氓。我不喝了。狭路相逢，哎，这太有趣了。刚刚那个场景后面还有一段，我们时间太长没有办法剪哦，就是那个南北蔡崇一起串联，就是这么简单，就是那个现场。因为他讲说你是流氓，坚哥，韩国瑜跟他的一来一往，他完全不是说不落下风，所以后来才忘记了嘛。是北农总经理的阶段，对，所以当时的王世坚是不给韩国瑜喝水的。对不对？韩国瑜说：“他没弄膜、啊，因为柯文哲喝水，对，王世坚喝水，这是2016年的台北市议会啦。哎，为什么我北农总经理没有水，我也要喝水？转过头去看谁给我送水，没有。对，结果王世坚吐他一句：‘流氓，你可以喝水啊，你喝吧。’流氓，那对不起，我不喝了。所以当年的王世坚对韩国瑜，还有昨天的导播再看一次，现在在立法院的王世坚跟韩国瑜，哎，坚哥也是问你一下，报告主席，报告院长，我可以喝水吗？是，我跟你讲哦。”这个漏网镜头是当看到王世坚一直在咳嗽的时候，现在有水了，对不对？对。是韩院长，因为麦克风的声音其实有传出来，议事处去送热水给王世坚委员，所以那杯水是韩国瑜送。对，哦，是韩院长，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嘛，在这个大院里面，助理不能进到议场里面啊，他助理不在现场，但议事人员可以走动嘛。是。韩院长温馨的交代给他一个水，有没有？他给他水了以后，然后他说你可以喝。那当然啦，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哈，下来大家要问坚哥了吧？对呀、啊，要问。他说总是那一句话，出来混的终究要还。坚哥，现在韩院长跟王世坚委员的互动，8年前、8年后、完全是不同的场景。不过一杯喝水的这个画面呢，成为经典。8年前后。正好对照，最后还有一个画面，我看也带我们来解读。我们都在讲民进党团是无时无刻没有在想任何有扛有胖，我都要来个卡韩。来，这段画面
怎么会在这里和乐融融起来了呢？因为陈建仁院长基本上他已经讲520之后他没有意愿继续担任，那我看起来赖清德总统当选可能也不会找他，是，所以呢他在立法院的这个备询昨天就是最后一场了。那结束之后呢，民进党的立委因为也总是要欢送一下我们圣骑士大人哥嘛，是，所以就邀请这个陈建仁院长说我们来跟民进党的立委合照。对，但问题是你在我立法院的得逃啊！哎，韩国瑜很客气哦。那我可以一起吗？对不对？因为你在立法院合照、啊，他问了这个是我可以一起吗？那当然也是欢迎。所以就两位院长跟民进党立委跟陈建仁一起照相，有没有？是，就看到这是一个，就我常跟大家讲的，你就知道说韩国瑜院长他现在目前就是立法院的院长，他不是说帮着国民党要去修理民进党，他现在就是跟蓝绿白都等距。也因为是这样，你看这个画面留下了两个院长跟立法院的民进党的立委一起合照的画面，韩院长的民调才会越来越高，超越柯文哲，也超越蔡英文。来，宇轩来帮我们解密一下韩国瑜的人气密码，好不好？不然，因为我一直在跟各位宣告一件事情，就是说520之后，在立法院唯一帮得了，也唯一愿意帮，也唯一会帮赖清德的人会是谁？是谁？当然是韩国瑜啊！我们刚才稍早讨论过什么电价？那请问蓝白要做什么？电价动涨。那请问如果电价动涨之后，台电真的又亏损，加速破产，对嘛？加速破产嘛，然后被迫真的没有办法的状况下，谁可以解救他？也只剩下立法院长可以调和抵赖嘛。因为现在有一个态势非常明显，否则你看黄国昌就知道了。现在黄国昌每天严逼韩国瑜，哎，这太离谱了吧？我真的我连叫都懒得叫了。那他以前怎么对韩国瑜的、啊？以前怎么讲国民党的、啊？气炸了嘛！就是现在黄国昌每个毕恭毕敬，连经过傅昆萁身边，你知道他要干嘛吗？拍拍，哎、欸，总召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对不对？太离谱了！所以你看，在这种整个在野阵线已经整合状态，哎、欸，各位不要误会喽，我讲的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但这包不包括韩国瑜？不包括哦。所以你在未来整个在野阵线整合的状况下，你势必得仰赖有一个人居中调和顶赖，而这一块浮木只有韩国瑜嘛。所以韩国瑜他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吗？其实他没有，他什么也没做，他只做到一件事情，立法院长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他今天是我虽然没有取得执政权，国民党没有执政权，但我作为一个在野党，我对所有人都平均的对待，我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对待。所以你今天讲他人气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呐、啊，你包括当天在那 keep up 的，对不对？哎、欸，要挑周万来单挑的，要骂他的时候，你去感应韩国瑜嘎啦，你去感应韩国瑜讲啦，叫韩国瑜唔通安尼啦，唔通安尼没收质询权啦，安尼唔通啊，嘿笑笑啊。就他今天在做什么？他最后一个质询的内跑去跟韩国瑜合照、欸，哎，那个不是啊，瑞雄啊，我建议你啊，你可以去当面跟韩国瑜讲嘛，思瑶小姐姐也在啊，人家丧事去闹人家丧事办丧事的跑去闹场的思瑶小姐姐啊，对不对？我们四组侥幸也在旁边啊，对不对？他都在嘛，对不对？奇怪啊，你们两个最有意见的不都是韩国瑜吗？这时候为什么蹭上来了？为什么全部黏上来？怎么不当面跟他讲？周立雄，你可以跟他讲，你笑笑啊，对不对？吴思瑶，你可以跟他抗议啊。所以很显然嘛，各位，时势难挡。现在的时势就是民进党得要拥抱这根浮木，他才是他们最好的好朋友。后知。因为刚伟汉讲到那段影片，我真的建议大家回头去看。我建议回头去看一遍，真的超级好笑。好疗愈哦，那不只是王世坚跟大家当初只记得说我不喝水，我不是流氓。那你再回，接下来回头去看，包括他那时候跟那个柯文哲，韩国瑜被那个被王世坚骂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柯文哲讲什么？讲说这个人不是我找，这个人是郝龙斌找。一枪干嘛变鬼？六块、哦。你看现在的时候讲说什么？陈佩仪讲说什么？两个不为人知的情谊。我讲这个影片，你去看，反差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我建议大家再回头去看。那韩国瑜现在的状况为什么会好？讲一句话，就是说他今天的状况就是说，第一个基期低，反差大。好，大家觉得说你原本大家预期你会做不好，然后再来，可是就发现他稳稳的，因为他很清楚就知道说他不是那种以前那几个院长哦，不是王金平，不是那个游锡堃，都是党内大佬或者党内人缘很好，所以他规规矩矩、安安分分的做，好、哦，他以某个没有做什么很让人家说有一个很大的预期，我就是很安安分的做。然后呢，以前立法院长都给他感觉是什么？桥王嘛，对不对？哎、啊，他就没有能力桥啊，所以我就规规矩矩、安安分分的、哦、大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一次两次，然后就加上你民党一天到晚盯着他嘛，我就讲他声量高，声量高他就没做什么事，声量高，因为你一直盯着他犯错，结果他没犯错嘛。
对，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就会变成大家觉得说有梗，又加上王世坚这种事情，他身量怎么，或者王世坚这种芙蓉王身量怎么不会高？所以他的状况就是说，其实你包括像你看这个陈建仁这个合照，距离那个没收质询其实没多久了。当初民进党怎么骂他，现在的状况就觉得说大家都通通摸鼻子认啊。所以他的状况说，民进党要去改心态了，就说你像黄捷一天到晚想要跟定勾机，好，王一川一天到晚想要抓酒驾这些之类的，他们如果一直盯着韩国瑜，只会把韩国瑜越打越好，越打越高。是巧心。其实哦，我觉得分成不同的政党如何在现在以及未来看待韩国瑜，就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你看现在国会哦，民进党在国会是少数，赖清德主席耳提面命告诉他们立委说，我们已经不是多数党了，那怎么办？你觉得民进党的人如果来觉得徐小欣太烦了，好，来跟我谈，我会理他吗？我不会理他，我怎么可能会理他？不可能嘛。可是我会不会尊重尊敬我们的院长的才是？我会。所以你今天如果呢，你能够搞定韩国瑜，我们不要讲搞定，你可以跟韩国瑜好好的协商，好好的互动，你在蓝军这边才有机会嘛，你民进党在立法院才有机会嘛，你赖清德的执政才有机会嘛。可是我们反过来讲，你看那个所谓的绿营的这个巨婴质询事件引起多大的反弹，是因为他们跑去呢，等于是说攻击了韩国瑜，引起了国民党整体的反弹，才会有隔天你在那边冲撞卡位啊！最后国民党踩的比韩国瑜院长还硬，韩国瑜院长非正式开了两次政党协商，国民党团就说，那你们要承认你们当初对韩国瑜这样子的说法是不公道的，怎么跑去踢馆，还说什么人家是不是下班了，讲这些有的没有的话，要不要先道歉？对，所以今天赖清德希望未来有一个平稳的执政，他的政策想要落实，他的预算想要通过，来不可能来找徐小欣啊。那你当然你们要对院长有基本的尊重，不能像过去那样子，国民党是不会接受的。最后民众党也贴过来，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增加他们在立法院的影响力嘛。你看现在民众党他们还要一直去对付这个柯建铭嘛，柯建铭跟他们之间的冲突角力很大嘛，所以这个时候三党的政党协商，当他们跟韩国瑜院长处于一个友好的关系的时候，也是可以增加民众党在国会的影响力的。所以三个政党，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对三边来说，跟韩国瑜院长友好的关系、稳定的关系，都对彼此有利，所以他现在变成整个立法院的最大公约数。这一页翻得过去吗？韩国瑜他主持了立院大院的这个总质询的现场，结果唱名不再跳过，哇，这个大震撼真的是让民进党团到现在怎么样，这一页翻不过去。我们只问你，真的这么在乎质询权吗？看今天最准，为什么今天是520内阁改组之前陈建仁院长最后一次来到立院备询，等一下我们帮你数一数有多少绿委在今天改书面质询啊，你不是很在乎质询权吗？好，保留弹性，我们就来朝野协商。你来看看朝野协商为什么让黄国昌大炸锅，又太离谱了，而韩国瑜轻轻一个动作，为什么让算计跟盘算的人通通现原形了？你可以看到黄国昌会炸锅，那当然是因为民进党立委他们一直要争取把口头质询的质询权还我质询权啊，把他这个要回来。那质询权对他们那么重要吗？可是你偏偏看到在3月15号跟着这个林楚英还有几个郭国文委员跑去跟韩国瑜争取要我还他质询权的民进党立委洪胜汉。你再看看洪胜汉是在3月22号上个礼拜五他的这个口头的质询，他就放弃改书面质询啦。结果今天3月26号礼拜二口头质询又轮到了在3月15号那天也跟洪胜汉一样跑去找韩国瑜要质询权的郭国文、林楚英、赖慧媛他们这些立委，全部都改成书面啦、啊。你不是说书面质询？觉得不行，要用口头质询才能彰显你质询的权利。那为什么陈建仁他今天最后一次在520之前，他大概就是最后一次大仁哥的这个整个在立法院的总质询，不质询他了就没机会了。那你们当时要这个口头质询权，怎么今天全部都改成书面质询？所以标准是什么？就是一个错乱在演嘛。你共轨为你就要接受检视，所以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重视口头质询？好啊，来改啊，通通改书面质询。那我就问，书面质询真的有比口头质询重要的话，那你前面在争什么呢？所以啦，我说这个是不是演到有点岔路了？然后大家都其实看得出他们的这个演后的伎俩。
因为吴思瑶民进党团的这个那个书记长就讲，书面也是有效力的质询啊，能获得非常完整的答复，是口头也是一样，书面都是一样，因为行政部门都要把这个白纸黑字的完整的答复资料，最后不管你是口头还是书面，送到立法院变成一个议事录，然后变成一个最后留下一个记录。我们自己不管是中央的国会议员还是我们地方的市议员都一样啦，想要偷懒一点或今天有事情没办法到，真的不客出席，那就是改书面。在纳税人的眼中，我们这些民意代表中央跟地方一样都是有领薪水的，你改成书面其实就是像翘课一样，你就没去啦，就是用书面报告取代而已啦。那民众看了会不会气？当然会看了摇头啊。结果你看到今天罗志强他就讲，黄捷你们这些民进党立委，那自己放弃上台质询，然后又要求协商，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黄捷就讲说，啊，我不需要靠着总质询啊，靠着口头质询去剪成抖音啊。哎，你的意思就是所有的立委去质询就是要剪抖音啊？所以你把立委质询这么庄严的任务，人民托付给你的任务，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哦。当做作秀，当做剪抖音的素材、哦，你不觉得他在打脸洪森汉吗？因为你说不是要靠着口头质询来剪抖音，那他们一直想要口头质询、林楚英、洪森汉、郭国文这些人都要口头质询、那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剪抖音剪不到，所以才去跟韩国瑜吵着要糖吃吗？今天能不能把所谓的质询权确立？迟到的立委，我就等你，等到你来，还是就像上上礼拜我韩国瑜说唱名跳过，唱名跳过。大家讲好嘛，啊，讲好，大家就画押盖章就好啦，把它变成规定啊。导播，我们来看那一段画面，也就是昨天的朝野协商。哇，这只是一个咆哮的现场，在这个现场里面，你看到黄国昌一起安乱俩拱，这个现场你又看到韩国瑜如何四两拨千斤，一方面树立院长的高度，一方面让那些算计的人通通现原形。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我每次在讲话，你插什么话？没有你在讲话，我有在插话吗？我过来，过来，就是改，我提案能跟你说明一下。好，我有说错吗？根本不尊重人嘛！哦，赶快离开，赶快离开。有没有？哇，太离谱了！话刚我就给他麦克风并且买派去啊呗。结果后边你看还可走着，赶快离开，赶快离开。来来，解读一下这个现场。奈安呢？立院咆哮哥，你插什么话？人家在讲话的时候尊重一下吧，你插什么话？所以你就看到那个麦克风都快闭嘴啊，就是因为黄国昌非常不爽这个民进党团总召老柯，因为这个是在昨天朝野政党协商的时候，柯建铭代表民进党团提出来的，以后总质询我们就改成这个实立委登记的时间制，2:30、2:45、3:00，一个立委质询都是15分钟，时间到了，就算他改成书面质询，我们都要让他把时间走完，45分才留下一个这个立委，到了3:00又才轮下一个立委，哦，跟等车一样了，时刻表在那边，抢牌要等哦吼，车哪不来，打个地下带，乖乖等，一个一个等，管你院长，管你部长都给我等，等到下一班车来，立委来了才准质询。是没错，那这个是因为民进党团提案的，那老柯是提案人，他当然要解释一下说，那有人就在问说，那书面质询怎么办？书面质询你要跳过那个也一样这样子等下去吗？那老柯的意思就是说，书面质询啊，那就跳过啦，那就不用再等啦，是指口头质询的这个问题在。他还没讲完，他是补充解释，结果因为他是在等这个黄国昌讲话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解释，黄国昌就不爽啦，你插什么话？尊重一下人家发言啦，我讲话的时候你是插话，你讲话的时候人家有插话吗？哇，弯清这柱呢？哎，今天朝野协商不是你一句我一句，这很自然的意见的交流啊。跑到了门口，他还不爽，还对着韩国瑜。其实对着韩国瑜，他是目光是朝向了这个，因为我们镜头这样拍着，他是目光朝向了这个柯建铭啊，对着他骂。所以柯建铭当然只好很尴尬的说：“赶快离开啦，赶快离开啦。”但黄国昌，你这样一个不自量力的这个行为，虽然我认为说他骂回去，让大家突然这样子惊一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因为他说民众党团要回去这个讨论一下，不是说你们这边政党协商就说了算啊，所以他就批评这个老柯啊，你简直是立法院的老油条，而且一天到晚在插他的话，他是非常不爽，他跟他之间的心结之深啊。但老柯为什么这个对黄国昌的不自量力的行为，他也非常的有感，你赶快离开。所以他事后在脸书就发文说，有人啊心理素质永不改变的话，很可惜的，还要再吵2年吗？所以你看，又暗示着这个民众党，因为2年后他要去选举了吧，你要再吵2年，对，你们两个继续吵2年。你不觉得不管是黄国昌还是老柯，
一副老行在在，然后吵成这个样子，你就知道民进党团今天的症结点就在于说，老柯当时在政党协商的时候，还有一个人看得也不爽，但是镜头没有带到的，就是国民党团的这个总召傅昆萁，他一度也很想离席，因为民进党团在争的是什么？除了这个提案的立委登记发言质询的时间之外，还有我刚刚讲的那几个立委啊，没有质询到的口头质询时间还回来。洪生汉、林楚英他们这些立委的质询，他们要还他们这些时间，所以国民党团跟民众党团才会不买单。难怪媒体人黄耀明他会讲啊，你们这些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像巨婴一样，如果巨婴每个都想要把自己的时间拿回来，又改成书面质询，那干脆把立法院这一些改成托婴中心，你们一起去托婴中心开会好了。好，嘉瑜，我们就来看，我只问一个问题，到底口头质询在意的是这件事情，还是书面质询也可以？你看嘛。吴思瑶就说，书面也是一种有效的质询方式，可以获得完整的答复。啊，那就对啊。书面质询如果也 OK 的话，那我问你，啊，你是在做啥？书面质询，说实话，随时都可以质询，但是口头质询当然是大家要看你即问即答，包括说院长、部长随时的灵机的反应，这个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质询方式。所以对于民意代表来讲，通常都会希望能够口头质询，因为毕竟对于口头质询来讲，对于选民、对于媒体大众还有网络，现在大家都要看你质询的这个你问你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问答的模式嘛。那口头质询，这个对于立委的表现来讲也非常的重要。可是现在就是说，选民到底在不在意立委的质询的表现？因为有一些这个选区的立委，他可能也不在意自己质询有没有被选民看到，选民也不在乎啊。他只要有跑这个地方服务行程地方上有看到就好。这些选民可能根本不在意你选区的立委有没有质询，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对于立委来讲，他自己要对自己的这个问政负责。如果以我自己来讲好了，我自己在担任立委的时候，几乎每一次的口头质询我们都认真的准备，我想民众也都有看到。可是有一些区域的立委，你会发现他几乎所有的会期质询口头都是挂零的，可是也没有关系啊，他的选区民众不在意，他也是照样选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每个立委在意或者是选民看他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无论如何，就民意代表来讲，质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跟职权，所以民意代表真的需要认真质询，才能够让这些官员他面对民意代表的时候，能够拿出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政策负责。所以啊，讲到底，听完嘉瑜这么一讲，哎，秀玲，所以口头质询并不是委员可以唯一证明自己专业问政的管道啊，而且在争议上，所以说到底是不是为了卡韩啊？你卡韩卡到后来，韩国瑜，你看昨天冰冰冰他一个动作，来来来，我们继续开会，他高度还是维持得很好啊。我觉得刚才嘉瑜讲的哦，让很多人应该心有戚戚焉。那你现在为什么在总质询这个时间可以口头质询，你却不口头质询呢？我觉得洪生汉这件事非常的有趣哦，他已经闹成这样了，这么一哭二闹就是要口头质询，结果最后居然来了一张书面质询，这让大家突然就是跌倒，你知道吗？在这个看戏的过程中，对，就是众议衰。为什么众议衰哦？我觉得蛮有可能性的是，民进党团希望他不要再出现了，因为他这一次的这一个闹法，其实是让民进党的形象大伤。你明明就晚到了，迟到了，你还闹说你是早到。啊，要命的是，你还帮了韩国瑜变人气王。对，而且呢，你要求要现在还要求要校正回归，就是说我漏掉的那一场质询我要补回来。那你要补回来，结果你最后一次你本来应该正常排你质询，你还不要。那这到底在演哪一出哦？所以包括了柯建铭希望黄国昌赶快离开，赶快离开，也是希望所谓的这个要回质询权这件事情赶快落幕，赶快落幕，不要再吵了，我们大家都忘了他，好不好？哦，我来没搞地界的时候再好来，回头过来，我想要来聚焦那个男人，来，旺哲带我们来看到，韩国瑜院长开了这一个所谓的召集朝野协商，可是朝野协商最后是无疾而终，各吹各的调，民进党要的也要不到，国民党的坚持也没有人画押，可是他还是最后的 winner， 为什么？是啊，大家看到这几波的争议，其实唯一的胜利者是谁？都是韩国瑜啊！韩国瑜在这所有的种种议题上，他几乎没有所谓的负面声量，因为他扮演一个非常中立的角色。甚至黄国昌要走的时候，他虽然指着柯建铭在骂，虽然可能中间那个语气有带过韩国瑜，但韩国瑜也是非常客气的。哎，这跟韩国瑜过去的人设是完全不一样嘛。韩国瑜过去人设是怎么样？只要有人对他不利，他马上当下反击。可是你看这几波的韩国瑜，他是非常温和、非常中立的。那中立久了之后，他就有底气，所谓的
而让所有的不分蓝绿白的民众可能对他印象改观了，然后慢慢的增加他的底气嘛，所以他主持议事的时候就会说话特别有力道。你看哦，在今天谁还有讨论说，哎，到底什么时候要质询？没有人讨论，大家讨论都是黄国昌这个咆哮帝，说哎，你在当下说啊太离谱了这个东西，所以不会有人讨论。这个也是老柯期待的，对，我觉得民进党在期待说，哎，黄国昌如果被激怒的话，这整件事情就变成说到黄国昌身上了，就不会有人再把风头指向民进党这些人身上。所以我说真的，民进党这些立委真的要看准时机，不要以为看到韩国瑜就吸反射去攻击他，你攻击他之后反而变成回力镖，你知道吗？现在最倒霉是，就像洪胜安这些人，原本以为打韩国瑜可以增加你们的声量，但没想到打了之后，你自己脸书点怒数多少，比你的战术还多。这个我觉得是当初这些民进党立委始料未及的事。五七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连续6年，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非常感谢大家。重磅消息，刚才拜托一下，我们快要突破100万的订阅，不敢冲一下，请大家老订就老卡。call 更多人来帮我们按赞订阅，100万人的幸运儿会是你吗？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然后我都会看哦，感谢您。